好像在座应该很多老师对吴老师或跟我学到，甚至可能是吴教授的这个学生。那这个教授他毕业于台大文化系，啊，取得学士硕士，接着在阿肯色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那接着呢，他返国服务，那到中研院，当时还是动物所担任副研究员，然后后到这个研究员，到现在的特聘研究员。那在学术行政方面呢，也历经这个动物所的副所长、所长，然后这个副研究院长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啊等等，然后参与很多中研院院内的委员会的职务。但是我想，吴老师在我们学界大家怎么推崇他，因为他做了很多教育行政服务的工作，所以吴老师也在教育部的很多像顾问室啦这个还有这个人才培育计划啊，就在很多教育培育计划啊，这些都是由这个吴老师在幕后在推动。那在国科会方面呢，这个吴老师也是担任很多国科会这个计划审查的重要职务啊，那是人们的召集人等等。那吴老师除了在国内担任这个学术方面的重要职务之外呢，也在很多国际的学会担任这个委员或期刊的这个编审。那比如说现在还是这个国际的病毒的分类委员啊，那这个国际毒物的联合会的中华民国的委员啊等等。那在讲这个荣誉方面呢，当然是我只能挑其中几个来念一念啊，这个是很多的奖项。那从这个国科会的杰出奖就是已经获得3次所以也成为这个特聘研究国科会的特聘研究员。那也曾经获得这个侯金堆杰出荣誉奖这是在国内非常不容易的奖项。然后也曾获台湾农化学会的学术荣誉奖。那曾经有3次入围这个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候选人那我们在这边祝福这个吴老师能够这个早日成为我们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好，那在期刊论文发表方面这个我看到吴老师大概有将近190篇的著作那还有很多专书啦等等。那吴老师最重要的这个领域是在水产养殖生技就鱼类的生化生理研究、鱼类的病毒所以在国内已经提到所谓以做斑马鱼为模式这个研究的这个动物，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吴老师所以吴老师其实无论是在就是说推动国家的研究或者是教育，其实都是一个领导者所以我们学校很有这个荣幸能够也邀请到吴老师来担任本校的讲座教授希望透过吴老师的影响力帮我们中兴大学在中央的成绩多多的发声然后也给我们中兴大学常常给予一些指导。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借这个机会颁给吴老师一些那我们先颁发中兴大学生理生物学讲座教授的聘签和奖状。
做教授来给我们推荐，然后这个会先讲教授，谢谢。那么这个今天的演讲呢，那大家是模式工，因为他买的是模式工，唯一的这个说明。那我们知道所谓的模式工就是 model organ， 那么在动物、植物、微生物都有。那模式工的研究呢，其实很早就受遗传做这个发育、做生理功能、新陈代谢以及疾病的模式。那么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那么因为斑马蚁呢，它是后来才发展，就发展前过了30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呢，从这个斑马蚁的它在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以及在水产这个生计方面的研究，那么来的发展的这个现况，以及呢我们实验室所做的一些工作呢，来跟各位呢来介绍。那可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那么这个aquaculture technology 部分呢，可能没有时间来说明，所以今天可能会着重呢在 biomedical science 方面，那从基础的斑马蚁的基因体的功能跟这个花蚁的这个机制上面呢，做导入建立这个基因模式。所以我今天呢，跟各位呢来介绍，就是第一个说明为什么斑马蚁可以做一个现在很 popular， 大家很常用的作为 human research 的一个方法，那么把这些科学上的、生物学上的特色，以及最近的发展的很多新的方法，那么由我呢来做呢，做一个我的介绍。那么最后呢，因为我的实验室的研究专长 actually 就是用cell type spacing promoter 的基因 regulation， 所以站在基因 regulation 的立场呢，那么来做这个这个基因功能的 study。那么在疾病方面呢，我比较侧重这个肝脏方面，所以做 liver 的这个发育 ，liver 的这个基因 model， 所以 liver 功能是跟我们今天讲是一个相关很多相关的地方。那么在这个aquaculture 呢，那么因为 aquaculture 它受众面向会广一点，比如说它要促进它成长啊，或是要繁殖的这个量要多啦，像抗病的跟免疫的能力等等，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些都有看，这些从 muscle specific 或是 bone specific 或是 immune specific 这些基因的这个promoter 跟基因的发展来应用，我今天会 liver 方面，所以斑马蚁大家想到，因为我刚大概22年前的时候呢，那么就看到说斑马蚁，因为我做这个对有肚子的偏好，那我想这个做科学研究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看到一个 advantage 或是一个frontier area 呢，能够及早看到呢，那是不是能够用个新的给它带动新的发展。所以呢，大概22年前呢，那么因为我对蚁比较了解，所以呢就看到就是说呢，斑马蚁呢，那它是因为它是一个 vertebrate organ， 所以呢，我们讲这动物的这个我们看这个动物的这个 model organ 里面，外乎从这个 fly 或者 sea elephant 或者 mouse 这 rodent 这一类的，那么这是从很早从这种做成 expert 我们知道，那么但是 mouse 跟 fly 一个是 invertebrate 一个是 vertebrate， 所以它中间的身体的结构跟这个生理功能呢，那么是有相当的差距。在斑马蚁呢，因为它是 vertebrate， 所以在很多的研究上面呢，它就有它的 advantage。 所以这是斑马蚁它的学名是 Daniel Rayrio， 那么它的这个受精卵的 life cycle， 那么它这边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这个卵呢，它是透明的，所以呢，它在胚层的发育到这个器官的形成，以及呢，它这个成为一个鱼苗的过程呢，大概都会直接 direct visualize 可以看得到它的变化。所以呢，
哦，而且这个辩护这个发译的过程呢，在48小时之后呢，他就发译完成，以外的这个发译，所以有这样子的这个生物学上的这个特质呢，所以这个申请人呢，他就跟他的同事，知道是他的这个事业呢，就合作呢，导入这个热带的方法。那么我们再仔细看呢，它是一个轮，所以呢，做这个跟这个跟动物相关的研究，开始做一些比较性的研究。那么除了刚才说它的这个快速的发育跟器官形成的过程之外呢，它的 duration time 呢在2到3个月 sexual mature， 所以一年它可以成熟6次，加上呢，它每个礼拜呢可以产卵呢200到300卵，这是老鼠的系统呢。远远守不起的，同时呢，它是体外受精，所以呢，你要取得你的这个胚胎发育的受精卵材料，可以说是远远不及的。所以呢，而且呢，这个系统呢，可以一体化来做这个循环水跟这个养殖的这个设施。所以它的生物学上的这一些优势呢，那么已经知道了。但是随着这个基因体科学的研究以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它一定要发展出来一些它的特色。那么这些特色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做纯基因形式呢，它可以做相当方便。那么它的这个 in vivo assay 呢，那么因为量多而且是透明呢，它比老鼠的系统更容易呢来进行做这个 in vivo 功能的复制。那么它可以做基因的 mutation 之后呢，你筛选mutation 的基因在哪里呢？它有一个基理的方法，等一下会介绍呢。它老鼠呢，相当方便，那么它直接等等。所以这些molecular biology 快速而且方便，而且这个 cost 低的方式的条件呢，让这个斑马呢就能够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热门。我记得呢。这个大概在15年前呢，在 Cosmic Harbor Lab 每2年就开始 Hippofish 的这个基因 involvement symposium。那么 NIH 它就美国的 NIH 就到台湾，就看到它的人特别到会场呢，就鼓励大家在那个时候呢，做斑马一个魔术动物呢，来提供作为这个研究计划呢来申请。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斑马的基因的数目呢，跟老鼠。一样 ，homology 呢，跟人类呢是高过70%呢是 homology， 所以呢它是有相当多的这个advantage。那么在器官方面呢，那么这个是内脏，大家知道哈，有肝脏啊，这个系统。但在斑马里面，它大概都有，只是呼吸系统呢，在鱼类是用鳃，我们都比较知道。那么人是用肺部啊，那其他器官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它是说相当高的这个相似性，所以在anatomical 立场呢，它相近。但是更重要的呢，就是说呢，在 historical 立场 ，historical 就是史学立场呢，也应该是非常相近的。作为魔术动物呢，它有这个方面。所以这边就是举个例子，就是一些 tumor 从这个neuroblastoma。或者是这个 square cell carcinoma， 或者这个 vascular carcinoma 呢，都是人类的组织血的结构。比如说用这个鳞状细胞癌的结构来讲，这个是人的，这个是老鼠的，这个是人的这个肠道的肿瘤，这个是斑马。所以你看 histology 呢，相当的相近。所以呢，是不是人医人的病理科？这个医师呢，他也可以从斑马的这个病理的这个切片呢，可以来判断说是这个疾病的类型。所以，从anatomy 到这个 histology 呢，那么它的相似性呢是可以看得到。所以，基于这样子的这个我简要的这个说明呢，斑马呢可以说是人类有的疾病，从遗传疾病它开始呢，到这个毒性的这个处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呢，它都有。相关的这个 animal model 的建立，那么有相关的
研究的这个报告呢，被发展出来。所以有了比基斯 model 呢，那么这个就会联动到这个药物的筛选跟药物的开发，就是讲到这个 touch 到这个，所以他就把医学的领域呢，让方法里面可以作为 biomedical research 的一个 model。那么刚刚特别提到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生科院的学生呢，对于这个分子生物、细胞生物以及基因转殖方面的研究的这个理论跟他们的 technology 呢，他们都非常的有兴趣而且熟悉。那么用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细胞系统的时候呢，你这些方法总是要应用它的基因的特色。它生物材料的特色呢，要发展出来一些新的这个 approach 的 technology。所以我这边呢来介绍，就是说特别在斑马蚁的 organogenesis， 还有在这个 pathogenesis 上面呢，有哪一些独特的这个 molecular biology 的这个 technology 被发展也被研究。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跟主要的这个斑马蚁作为新的这个 technology 呢，那么结合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的发展呢，那么从基础方面，从 genomics 的研究到利用这一些所以 genomics 研究呢，它会侧重跟人或者跟这个 primates 到底它的异同相似性的比例有多少，这些有相当多的证据，大概70%-80%呢是 highly homologous 的 genomic 的这个结构跟genome 的方向。那么有了这样 genome 的这个基础之后呢，就会做 mutant 的筛选。所以呢，有 forward genetics 跟 reverse genetics 呢，来做 mutant generation， 那么来看基因的功能。那么forward genetics 大概最后就是用 direct mutagenesis， 用 DNA 是 NPCR 来做这个 linear 做 mutagenesis， 或是呢做 searching 或是 pathway mutagenesis。那 reverse 呢，可以用 Morpholino 你再看哈，或是 siRNA 或是 TD 的方法呢可以做，所以你可以把基因 mutate 或是 knocking down 呢，那么你可以 generate 不同的功能。那么transgene technology 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外受精，所以可以直接呢做这个 microinjection 也好，或是 electroporation 或是其他的方法呢，或是 virus 里面的基因 transfer， 那么还可以做这个基因的这个 transfer。那基因传输还牵涉到 vector design， 所以呢有各种的方法 ，transposon mediated， 就是 beta 基因，就是 gene print nucleases 呢，那么来 generate 这个传基因的 technology。那么刚提到斑马蚁它是脱敏的，所以脱光度非常高，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看这个马罗这个方式，除了分子层次的分析之外呢，还常常要借助的 imaging。molecular imaging， 所以 imaging 呢，要透过或者荧光的活体的条件表现之下呢，表现荧光的这个基因的蛋白体呢，那么可以做这个直接的 chemical imaging。所以有了这些基础，从基因体到 imaging 的研究之后呢，那么就会进入疾病模式。那这边用它取决于这一代各种疾病，那么可以做到这个探讨你的目的。有了疾病模式的动物呢，你就可以做small molecule 的 screening， 那么来做筛选药物。大概这样子的这个概念呢，是融合在现在呢，从斑马蚁做 model organism 一个重要的一个想法。那么这边就简介一下，因为我们在做，我听这个杨所长告诉我们，在这也有大学部同学，主要是就读同学。那么所以呢，有一些这个 general 大概。借这个机会来说明一下，那么 forward genetics 基本上来讲就是直接在基因体或是 chromosomal DNA 呢直接做一些事，那产生 mutants， 那么它有一定的这个 phenotype 出来，所以这个 phenotype 是符合你要的，或是你看到基因在 identify 出来，那么就是你重要的一个生物的这个材料。所以 DNA 这个 mutagenesis 呢，现在在老鼠呢，最近10年来也是作为主要的筛选老鼠的mutant。后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事实上，DNA 里面的最早发展是在 successful 到这种方法里面，它可以大量的 generate 大量的 screening， 所以呢，它有
因为它的 retention rate 高，它就可以 large scale screening， 所以它可以 generate 几万的这个资本，可以让你来筛选你要的 human。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基因的 disruption 呢，用这个病毒你连就是你身心的比较接近，那这个用这个方法是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要产生这个 disease 的 phenotype， 所以呢，我们把蜂蜜，就是、所谓的蜂蜜呢，用 ENU 就是 MECN 来做滤去处理之后呢，那么它的 sperm 产生 mutation， 然后跟这个母蜜去交配之后呢，你会产因为有 heterozygous 的这个 mutant 可能会存在，那么经过第二代的这个 hybridization 这个 breeding 呢，那么你可能可以找到要的各种的 mutant， 那你保持这 mutant， 如果它是 lethal mutant 的话呢，你就要 heterozygous 的状态来保存这个有 ENU 啊这个 mutant。 那这边是举例，就是 ENU mutagenesis， 刚好你 hit 到 P53， 我们知道 P53 是一个 tumor suppressor， 你这个基因发生 mutation， 就是这个两个 allele 发生 mutation 的时候呢，那么它会产生这个 cooperative tumor genesis，所以呢，它就会作为tumor 的 tumorigenesis 或是 carcinogenesis 研究的这个，所以你有 multiple gene 产生某一个 tumor，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53的这个 mutant 呢作为你的本，然后去做这个 tumorigenesis 研究，这是一个例子哈。那么这个 retrovirus 呢，那么也类似的情形呢，可以筛选。那么 reverse genetics 呢，我们是利用它表现出来的 messenger 的基因，那么它这个这样基因呢，是不是可以把它干扰，或者把它 locking down， 那么产生这个 phenotype， 那么这个 phenotype 呢，可以让你足以鉴定的基因的功能。那么讲起来就是像这个用 Morpholino 是 RNAi， 那么 Morpholino 是什么东西呢？知道 Morpholino 呢？它不是正常的 nucleotide 的 base 的结构，跟这个 phosphodiester， 它是这样的人工合成，但是它接上你要的这 base 的这个 nucleotide sequence， 所以 actually 它接的是一个也是一个 RNAi 的 approach， 但是呢，它是用 heterocycline 作为一个 base， 不是用这个 ribose， 那么加上这个它的这个 processor 包呢，它是。不是全部是接 oxygen 和接 nitrogen， 都这样子呢，它这样子叫做 Morpholino 的这个 antisense， 到这 Morpholino antisense 呢，你可以针对你的 messenger RNA 系列做一个 antisense 的 Morpholino， 所以呢，它可以 hybridize 你是有它可以的 messenger RNA。 那这个研究呢，大概15年前被在雨季 Oregon 呢，他们发展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是 RNA， 那是因为它这样子没有适当的 nucleus 可以把这样子的 DNA 的这个 antisense 可以做出，所以它 stability 被拉长。所以通常呢，把这样子的这个generate 这个 locking down 基因的功能，比如说打这个基因好了 VHF1， 那么它是可以产生kidney 里的破坏以及这个pancreas 跟胰脏的发音受到影响，所以它的底基 phenotype 根源是类似的。它比如说这个以上的发音受坏，那也产生了类似的 human 的这个 maturity of sex diabetes， 就是这个成年型的这个糖尿病的问题。所以你把这个基因用 Morpholino locking down 产生了 phenotype 跟人的疾病的境况呢是相同或是类似的话，这一个那么你就可以作为你后续的 mechanism 各方面的一个 study。 所以这个 Morpholino 呢，因为它 stability 上，所以呢从 one cell stage 你就可以打这个 Morpholino， 它可以 last 它的这个 effectivity 呢可以到几个时间，也就是它这个已经发育完成，同时到已经 organogenesis 的功能已经开始运作呢，它还可以发挥这个基因的这个 knocking down。所以它的第二个呢是我们都知道很熟悉的 RNA， 不是说一般的说是 sRNA， 那么也是用 antisense， 那么这 antisense 呢，那么除了直接
可以 encrypt 这个你的 packet message line 的 translation， 造成基因表现量下降之外呢，它也造成 message line 的 instability， 造成这个message line degradation， 同时呢也可以造成基因的 silencing。所以呢，这个 SR 呢是实际上是在从 cell culture， 那么到这个 organism， 那么这样 approach 呢，所以说就是相当的这个那在斑马蚁呢，另外一种，这第三个这个 generate 这个 mutant 跟 identify 它的这个基因的方法呢，是叫 feeding， 就是它那些 induce locally in genomic，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 genome 上面产生 mutation， 同时你也可以 identify 是哪一个基因产生，透过斑马蚁的这个它的鱼的保存以及 DNA 的分析。所以当你验孕，你在验孕之后呢，你这些 mutant 都保留下来，那你可以用 sperm 的方法保留，也可以活体保留。那么你因为不讲你 mutant 是不是一样，或是哪一个基因是 mutation 在哪里，所以呢，你可以把每一条里面一方面 breeding 下来保留，一方面呢，你把 DNA 抽出来做成一个 DNA 的这个 array 呢，放在这个 hybridization 的这个 array 上面呢，那么你用特定的DNA 的这个 probe 去做 hybridization， 当你产生 mutation， 就会产生heteroduplex 的 hybridization。所以呢，你经过 SBRC 的 separation， 或是其他的这个 separation 的方法呢，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 heteroduplex 产生，你就大概知道哪一个基因是具有 mutation。那么你这样的 phenotype 的 mutant 再回去找你的这个 mutant type 是不是一样的？所以这是 very good direct correlation。所以呢，你可以 identify mutants， 那么也可以 identify 呢哪个基因。所以这样子的方法呢，也是我们做 genome 方面的研究呢，或是 function genomic 方面的研究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方便。所以这样的研究呢，也发展非常快。所以呢，在这个 TD approach， for instance， 这个RAG1 mutant， 我们 RAG1 不知道它原名是什么名字 ，ATP1， 那么它实际上是跟这个 immune 的 system 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它的斑马蚁的 RAG1 mutant 呢，它也相对于人呢，它已经知道是 severe 或者 immunodeficiency。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呢，就可以把这斑马蚁可以来作为研究这个人类的这个免疫不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下面这个癌症的基因做的这个实际上一个例子。它的technology 发展很快，就是因为传基因打 micro injection gene separation 或者是virus 里面去 transfer 这样的方法是做的，但是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增加外来的 DNA 可以经过 recombination， 然后有 high percentage of gene integration 到这个叫 host 的 genome 里面。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呢，在斑马蚁呢。运用了这个 metaca 是另外一种是 model organism， 就是稻田蚁。那么 metaca 的 transposon 每天去 transfer， 那么这个来增加它的 efficiency， 可以把遗传的 efficiency 可以从 23% 可以增加到 50%。 所以这样子对我们做研究来讲呢，筛选你要的名字，那么或者要的这个gene transfer 的这个基因的这个成功率这个比较很多。那第二个是有 target 用 zinc finger 的 nucleus， 那么结合呢 DNA binding 的 zinc finger 加上一个特定的新 enzyme， 那么做成一个 zinc finger nucleus， 那么可以呢把特定的基因可以让它 generate mutant， 这个是第二个选基因的方法。第三个呢，因为斑马蚁现在还没有基因 knockout 的方法，但是可以用 redox用 recombinase 结合呢特定的 integrating site 的这个 loss p 的 sequence 呢，可以做统一性的基因 knockout。 所以这个 TOR2 呢，这个是他在日本，那么刚提到呢，从比较密集的大脑呢，那么他找了个 transport， 那 transport 是要可以 transport， 所以它可以 facilitate 这个 recombination。那么这个 O2 从 Metaca 来是第一个
从这个脊椎动物 identify 的一个 transport， 那么它 transport 机型的这个功能呢，在正在从 mouse 到 genome 到这个 liver fish， 就证明它是可以来带动这个这个基因的这个 integration。所以呢，这个 TOR2 呢 ，CDNA 经过 in vitro transcription， 然后有 messenger RNA， 你做 in vitro transcription 出来之后呢，那加上你的Expression 的 constructor vector， 你这个基因，比如红色跟绿色，这个红色代表这个 LTR region， 那么绿色代表你抗原基因，那希望 integration 到斑马基因，所以呢，你就把这个 TOR2 的 messenger 跟它做 all injection 到这个斑马的这个受精卵之后，你去筛选，这成功率到50%，这是相当的这个successful control rate。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呢，可以 generate 这个 disease 的这个 human disease 的这个model organism。For instance， 它 generate RET2， 刚才提到 RET2 呢，它是 immune disease， 加上呢 NIC 的这个expression， 所以呢它产生的斑马蝇呢，它是一个lymphoblastic green anemia， 那么跟着呢它是tuberculosis 的 anemia 的一个病呢。所以用这种方法可以 generate 你要的意思吗的来做工作。那么 Jig Finger 这种方法比较麻烦，我跟大家解释，我们知道 Jig Finger 呢，它是一个 DNA binding 的一个 domain 呢，可以认识 DNA。 那么它一方面结合这个 Jig Finger 的 domain， 再加上呢 Fork 1的 endolinkage， 那么它具有可以 recognize Fork 的这个because nucleotide sequence 呢，那么具有 nuclease activity， 那么所以呢，它就结合了这个 Jig Finger 跟这个 Fork 的这个 sequence 呢，那么Jig Finger 的 binding domain 的地方，它可以设计一大套。那么经过 microinjection 之后呢，它所以呢，你这个heterodimeric nucleus 呢，右边基因组内认识这个你特定的它给基因的 sequence， 然后接到这个 fork 的组内，那么它会切除之后呢，它进行的 joining 是 non-homologous joining， end joining， 所以呢，它接合回去之后呢，它是 random 的，它切开的地方呢，它也做出一个不良的或者是多 extension， 所以呢，就会产生一些。透过这个 identification 呢，就可以 generate mutant。所以 for instance 用它这样子呢，这个是血管，这个是斑马蝇啊。那么它可以把它的血管呢，透过这个 VGF promoter reading 这个 pre-present protein， 所以呢，血管呢就变成绿色的。那么当它把这个 KDR 基因，透过刚刚 gene finger 的 mutation 方法呢。你配合之后呢，它血管呢，这些血管就不发育出来呢，你的荧光发生的它，包括一粒子就看到它怎么发育。所以这样的基因的功能 ，KDR 基因的基因的功能呢，跟血管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 mechanism， 是吧？包括这样的mutant 的这个 generation， 就有这样的影响，可以做 further study。第三个呢，就是说在 Kreloski 呢，因为斑马蝇没有像用这 embryo stem cell 的方法在老鼠做基因的方法，是吧？因为斑马蝇的embryo stem cell 没有人真正培养成功出来作为基因斑马做基因报告，所以呢，有用 Kreloski。那 Kreloski 是只有两种 ，Kre 是一个 recombinant。那么Roski 呢，它是一个三四个 base pair 的一个特定的 sequence 来 facilitate 这个 integration。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这 pre 的语是有的，就是这个斑马蝇呢，它是产生这个 recombinant。那么你通过 gene transfer， 你把要把特定的基因呢，能够把基因呢可以把它 locking down， 通过 crossing 以后呢，可以把
你的 packaging not enough， 所以呢，你要 construct 这样的组织的这样的 not speed 的语言。那么经过 micro injection， 然后建立的语言去 packaging 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 packaging 把它替换出来。那么同时呢，它可以把这个原来不表现绿荧光的 TFP 的基因呢，可以带进去表现。所以你由绿荧光表现，然后再去筛选你的 packaging 呢，是不是已经被弄混蛋？所以这个是大概的例子，就是因为原来是表现红色，经过 redox B 的这个一个 generation 呢，产生绿色的，同时呢，它让它带进去 ligin， 所以通过这个语言就是 screen， 是不是它产生 tumor， 或者产生 tumor 加上其他方法可以更容易产生 tumor， 这样就是作为一个 model organ。下面呢，就是在我们实验室呢，也发展几个这个cell type specific 的这个基因的regulation， 就 inducible gene regulation。那么第一个我们在实验室发展的就是用在癌症细胞可以让用 tetracycline 来做 cap off 的细胞，也就是说在加速在添加之下呢，可以把基因可以 turn off in the hepatocyte。所以我们的特定的 hepatocyte promoter 就是liver specific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promoter 来 treating 这个 trans activator。那么这个 trans activator 呢，那么它可以在肝脏里面呢，在通过这个 FADP promoter 的 treating 呢，它可以表现这个hepatocyte 或者表现我们的功能。但是呢，当我们这个 T transcription activator 呢 ，trans activator 呢，它是 under， 它会跟这个 hepatocyte 跟这个 doxycycline 结一结合呢 ，inactivate 这个trans activator 的 binding 到 promoter 能力呢，啊，所以它 turn off， 就是说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可以用来 control 特定的细胞基因的表现依存的系统，后面还会提到。那第二个呢，我们用这个特定的基因的 abbreviation 呢，这是针对这个生殖细胞而已的，就是这个primordial germ cell， primordial germ cell 的，就是这个性腺发育的实际细胞。那么它有几个 promoter， 有五个。那我们用其中是一个 top promoter 呢 ，driving 一个叫做 killer red protein 的基因。那这个基因呢？它是可以吸收红光，也就红光照的时候呢，它可以产生很多的这个 free radical， 这 free radical 呢，那么就会杀死原来的这个 primordial germ cell， 简称 PGC。那被 PGC 被杀死，这个它的这个性腺呢，它就更发育。所以它是用 light induced 的基因的表现呢，来做斑马一个基因功能的 knocking out， 就是我们那。第三个，我们 cell type specific， 那我们是针对卵细胞，用特定的这个酵素的表现，用我们的 nitro reductase 跟这个 nitro reductase 作为 subject 呢，那么也可以让这个卵巢更发育。所以这个在斑马的系统呢，所以说我们可以结合一些生化啦，还有这个 motor 啦，还有 gene mutation 呢，大家都可以做到。那么第五项讲的硬体，刚刚前面大像从几方面，包括几年的，比如说几年的，等几年级到硬体。那么硬体是非常重要，尤其在 model organism， 当然硬体是什么？硬体 X-ray 是硬体，对不对？我们用这个confocal microscopy 是硬体，用这个 fluorescent microscopy 是硬体，包括我们医学检验用 PET 也好，或是 ultrasonic 的检验啊等等，这些是硬体。那我们在斑马研究呢，是希望能够 direct visualization， 所以用 bioluminescence 的方法，所以呢，它可以直接看这些的基因的表现呢，看看是不是可以直接观察。那么这个方法呢，在2018年在德国一个 group 呢，它用 laser， 那么可以数据化之后呢，它可以把一个斑马的这个受精卵呢，它可以追踪它不同 stage。Is the organization 的
卵子呢，它每一个细胞的 cell limit， 这个不必那么的这个，它直接用这个这些Fluorescent probe 来追踪，所以这个它可以追踪到一万个细胞 in the embryo of the branch。那这个是一个新的方法，可以来做这个cell lineage during the这个 embryonic development 的时候呢，可以来做这个追踪。第二个方法呢，它是结合新的这个PCR 的方法，也不是传统 PCR， 它是用这个 heterodimer， 就是这个 looping 的这个 duplex loop。这个两个DNA 当作 initiator， 不是 initiator， 当作 helping 的这个特定基因的这个 probing。那么有 initiator 呢，它跟第一个这个基因的 probe 做 hybridization， 它会带动第二个这个probe 来跟它 hybridization， 它的第一个又来，第二个连入，所以呢，它不用提高温度跟下降的方法来做 PCR， 它是可以做在 gel 上面 in gel 的这个 hybridization， 生出来 hybridization chain reaction， 所以在 gel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些还有不同的，这红色代表就是在这个 probe 上面呢，你会不同的颜色的 fluorescent probe 接触上，所以在 gel 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 amplify 出来的 DNA 的 band， 把这个技术呢延伸到斑马蚁的上面去，所以你用不同的 probe， 那么你用不同的这个 fluorescent 的 tagging， 那么你可以把不同的基因就在活体里面呢产生不同部位的颜色，表示说不同的基因在不同部位、在不同时段、在不同的组织里面呢，它表现的情形，可以说直接的印记。所以目前呢，因为斑马蚁的国际的 community 呢合作的非常的密切，所以呢有一个Facebook， 那么他们 collect 了这个大概1000到1200个不同的斑马蚁的 mutant， 作为大家交换的研究材料呢，来做这个研究。那所以有了以上建立的这个 disease model， 就会进入到这个 drug screening 或者 toxicity 的这个 identification。那么用这个系统，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讲 cell culture 可以在96孔盘，或者是更多可以到32、384。那斑马蚁的 embryo 也是非常小，它也可以放在这些小的孔盘里面。那么你有不同的 mutant， 那么你用不同的 chemical 或者 drug 去 study 的时候呢？那 cell culture 你可以做 high throughput screening， 到斑马蚁的时候呢是可以到 high to medium throughput， 那么可以把在 in vivo 状态可以把这个先导性的你有兴趣的方法，那你可以把它改变出来，改变出来之后呢，最后你可以进入老鼠系统，真正把你的 drug candy 可以把它改变，所以这个缩短这个时程及减少这个 cost。那这个方法事实上是 very effective， 就是 application of drug discovery in different species。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斑马蚁的刚提到的 mutant， 那你放在这个96孔盘的孔洞里面，那加一点 chemical。那么你的 mutant 如果是治疗性的，你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phenotype 或者正常功能呢，那么你可以观察到的话呢，就可以做 further study， 所以这样的方法呢，可以很快速的来做 in vivo study。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呢，可以做 genetic study， 可以做 therapeutic study， 可以做这个transgene 的这个工作，也可以做 pathway 的 identification。所以用斑马蚁的不同名称，那么 model 也可以来做这个 study。现在我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药，它是一个cell cycle 的 inhibitor， cell 所以这个方法呢，它加进去这个斑马蚁的时候呢，你发现它到二小时呢，它发育就不好。那这样的药通常都是用来做 cancer 的抑制癌细胞的分泌物上，所以有这样功能可以 implement， 它可能可以抑制呢一些癌细胞的发展。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这斑马鱼它血管它会发育嘛，那这个药，比如说这个斑马鱼呢是 Greek 这个 mutant 呢，它心脏不好，它这个情况呢来说哈，aortic correction 这血管血啊不太行，这药加进去以后呢血管就好，这表示的药呢可以呢来治疗，这样子的状况来说这样子。那相反的来讲呢，那么很多这个癌症 tumor 的生长，它是要长的血管，我们把血管抑制下来呢，也可以造成的 tumor 的血瘤。所以呢，这个药它反过来，我们这个血管是长得很好，那么这个药进去以后，有些血管就说，它表示说呢，它可能作为 tumor 的血管增生抑制的一个药效呢，可以来进行做。要筛检。那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一个心脏它会有心肌，它跌跌低嘛，它心脏会积水，那么打不出去。那这个药弄进去以后呢，你这边跌低嘛的状况呢，它就消失。所以这样子，所以都是 direct visualization， 然后结合药物的这个功能。所以需要到这边可以肯定是各位，就是说呢，斑马鱼作为一个 model organ， 除了积水。做的几方面跟方形跟翻译的关系之外呢，所以这个包括斑马鱼呢，它的这个 mutant generation 可以 study 啊 mechanism 是病的机制，就是这样，这个药物开始。那我下面这几种说，我们说 liver 方面，那我们大家知道啊 liver 是一个重要的 organ， 同时呢，也是我们国这个华人，就是在台湾呢，那么有这种 liver 方面的疾病，所以希望就是说呢。从 organ genesis 能够导入到 liver 的这个 tumor 的 study， 就是可以用斑马鱼来做这个 study。那么首先呢，因为要看这个 imaging， 所以呢，我们就寻找说有 liver specific 的这个promoter driven 的 gene products。那么我们从文献上面呢，就 identify 这个 liver 的 ATS binding protein。那么它是，所以如果是 liver specific，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找到它的 liver specific promoter。那么我们就从这个Insightio 的这个 Hormone Insightio Application 以及呢 RT-PCR 呢证明说 liver 呢确实是liver fatty acid protein 唯一的表现的一个器官。那么我们通过 gene 的这个 gene transfer。那么把我们 clone 出来的这个 LVP 的 promoter 呢，这个 clone with 这个 GFP， 它通过 microinjection gene transfer， 那么这个我们筛选这个鱼呢，从这个鱼呢，它是比较肝脏的方面，首先我们就是从基础上面建立这样子的繁殖的这个方法。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呢。这个不同的发育的阶段，那大概36小时之后呢，才开始有肝脏的发育。所以跟着不同时间呢，我们就会看到肝脏一直到140小时呢，它肝脏的形状。那到mature大概就有波状呢，它中间的肠道肌肉啊，它这个边缘，所以可以直接可以来看这个。那同时呢，我们把不同的发育阶段的全身 factor， 把它做个模拟一种 lockdown。这个是正常的，这个肝脏的形状。那么不同的这个
这个transactor 向 X 去打的时候呢，那么它按照就 Y 一条，有 SVP 也是一样，然后 Set One。那这些呢，告诉我们说呢，这个花艺的过程呢，你可以透过这 image 就可以呢来 study 它的 regulation 的经理 regulation。那么我们这 promoter 我们有兴趣，它是 liver specific why？ 那我们通常会知道 promoter， 那么 sequence determining 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本身 factor 的 binding 呢，那么来调控它 liver specific。这我们通过这个 series。这个 division 呢，那么把原来是 2.8 kV 的这个 promoter 呢，那么它包括在肝脏呢，它是可以 liver spacing spacing， 它缩短到 2.0 kV 的时候还是可以，那 1.8 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 maintain 这个 liver spacing gene spacing， 所以通过这样子呢，我们在进一步呢做不同片段的这个用生长呢一切呢，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呢，从 XK1 到 STY1。这435个 base 的 base pair 的 region 呢，那么直接把它拿出来 clone with GFP 呢，它就可以产生 liver spacing。那么所以 2.8 k 它其中一段就可以做 liver spacing。那 sequence analysis 告诉我们呢，它有几个主要的这个transcriptome 的单元，从 BDX1 那么 HFH 还有呢 HNN1 跟 HNN3 呢，那么它的来控制它的这个。那第二个我们 identify 的一个肠道跟这个肝脏还有这个脏，它是一个肠胃系统，就是 endocrine derived organ。那么在肠道呢，它有一个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它是 intestinal space binding protein。所以我们类似的 approach 把这个 IFABP 的 promoter。那么我们从 genomic library 里面 4.5 kV 先把它这个筛选出来，那么通过 AIP 的这个fluorescent protein 呢，经过筛检呢，它确实可以在这个肠道产生这个基因表现。那我们经过 cross section 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呢，就不同的在前肠、中肠、后肠呢，那么它中间用广阔沟的方法，中间呢你可以看到它不同的结构。这肠道的结构呢？它的这个花荧光的情形呢，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来。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呢，比如说用肝脏也好，肠道也好，当你产生 tumor 的时候，你第一次会先筛选，这个是不是也达到我们产生这个tumor genesis 的这个让你是不是这样的条件，可以进一步去做这个tumor genesis 的这个基因的研究。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也是 identify 它的这个。它的 intestinal space 的 promoter region， 那么这192个这个1.2 kV 的这个 promoter region 呢，那有几个 CDX1、GDP 还有 GADA 还有 SN4， 它是 driving 主要的intestinal space 的这个 expression。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 pancreas 呢分泌 insulin 主要是 beta hydroxy， 那有 insulin promoter 呢，我们这个跟这个 IBD 结合呢，所以我们也单独建立 liver 利荧光，这个肠道跟这个上头荧光，所以经过这个胶片呢，那么一条里面它有三个荧光的结合。所以呢，如果同时研究这三个器官的功能，透过这个筛选。那么 liver 的 development， 它 actually 它有三个 stage， 从要 organization 它要从前场形成的时候呢，它开始要有 specification， 然后这个时候还看不到在24小时之内呢，看不到任何肝脏的结构。但是经过28小时左右呢，它开始有 liver box， 就是开始是有 liver 的这个，尤其是 hepatocyte， 就这些细胞的differentiation的产生。它有这些不同的这个 factor 呢，那么来控制。那么 differentiation 之后呢，它就开始肝脏会发育会长大，会
随着个体的成长啊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是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这个 trajectory 跟 gene program 它可以来产生。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肝脏的这个 outgrowth 跟 growth hormone 跟个体成长的时候呢，它关系怎么样？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基因呢来调控它的这个 outgrowth 个体呢？我们想要去了解。这同样的用这个 growth hormone 去处理这个斑马蚁的时候呢，它看它基因的 upregulation， 它跟 growth 有关的这些这个也是就是早期做的啊。那我们看到有一个 growth factor 叫做 release， 那么它的这个 upregulation 特别的多。那么这个 protein 呢，那么它是一个 growth factor， 那么它结构大概是这样，它有七点五 16 rich 的一个母体。那么它的功能在 wood healing 或是 spermatogenesis 或是 cancer progression 啊，它扮演重要的功能。所以确实是它有 multi 的功能，就是 pre-potent 这个功能呢，来促进这个正常的器官，或者是 human 呢来欣赏。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果仁饮要建议不去了。事实上，我们都不建议了。我们现在发现了，在 SCC 的病人呢，有70%呢，大家可以看到果仁饮这个基因是 OV， 显然它跟 human 是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在 nude mice 的这个 SCC 的这个细胞 transfer 进去，你用这个 progranulin 的 molecule 打进去的时候呢，它可以抑制这个 SCC 细胞在 nude mice 的形成。在这个中间 ，progranulin 跟 tumor 的这个 follicular growth 呢，显然有一些直接的关系。但是呢，这个是在 tumor 阶段，但是它在 embryonic stage。在 outgrowth 的时候和 development 阶段呢，到底有什么功能？就是查了胰腺，那么并没有这个一些报一些发表论文，所以我们决定呢，把 progranulin 跟 development 做一些探讨。那么，所以我们还是用我们的 approach， 就是把 progranulin 的这个 monomer 打到这个斑马蚁的受精卵，然后让它发育出来。结果确实是体长是没有什么改变状况之下呢 ，Libo volume 从6.8的这样的单位啊，变成3 square millimeter， 那么 reduce to 1.5 这样的 size， 所以呢，它大幅减少，几乎一光是看不到的。好，那么它到底跟 Libo 发育有没有关系？是哪一个阶段有关系？那我们。把不同阶段的从胚层发育阶段的 marker， 以及呢不同器官从 intestine 到这个 pancreas 到 liver， 那么我们这个画红色的结果告诉我们，就是说呢，在 morpholino 来 micro injection， 然后用 CBD 是也是这个 liver hepatocyte specific 的 protein marker， 它表现量啊确实变得减少很多，表示说呢，这个 progranulin 的主要的影响会在这个 liver 的 development 阶段的 growth 方面。那么在整个阶段，当然我们要通过刚前面介绍过，它有不同的这个 specification 同胞的 X 跟 Pro 段，或者 outgrowth 用 FAPP 来做代表。所以我们也做了这个 format insight hybridization。所以这些用 X Pro 段，那么在 specification 阶段呢，这个波曼筛选呢，都可以看得到它没有某一种哪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这个 FAPP 的这个 probe 去做波曼筛选的这个 with morpholino， 这是正常的肝脏的这个肝表影像，然后它的血统多。那么，但是你如果把 morpholino 里的 messenger RNA 可以接触回去的时候呢，可以让肝脏的 outgrowth。对，不但维护我们是长得更好，这表示说呢，这个progranulin 里面它确实是用 risk 的 experiment 呢，可以证明它是 involved in the growth of the liver。那当然我们用其他的这个 cell preparation BCNA 或是用 phosphohistone 3的 hybridization 呢，来告诉我们说，或者 BRT 呢，告诉我们说呢，在 morpholino 注射的时候呢，
广为命名的这个影响，可以影响 sales preparation。那么所以这个 getting to a question 就是说呢，那广为命到底在因为 hypothesis preparation 呢 majorly goes through 两个 pathway， 那个 pathway 是我们店长的专长叫 HETF， 那么 goes through next pathway 呢，那么 medium 经过二的 beta cabinet， 那么另外 pathway 是 DJ beta， 那么这个 smart 的系统呢，系统里面来打破的，那这些是 annotation，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study， 然后这个是从文献上面的这个相关的基因，那么这个是 MAX 的上面，我直接是上面的基因，那下面呢是上下的基因的 transcriptome， 所以我们把这些基因 identify 呢，那么用这个微软的 Morpholino 打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 proliferation 的 related gene，像这个DCNA 或者这样，或者是 cyclin D， 那么它的这个 level 呢都可以 suppress 下来，可是 cell proliferation 会因为 Morpholino 抑制了 proliferation 呢，它会抑制下来。但是跟 TGF beta signal pathway 从这个 TGF beta 1、SMARC3、SMARC4 或者 HTA1 那些，它并不是。但是呢，对于 NET 你也你的这个 gene 呢，不管它的 upstream， 它的 upstream 包括这个 NET 本身，或是 MMP2， 或是 YDX1， 它都会受到影响。那下游也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呢，它会影响到 NET signaling。那么这 NET signaling 会受到这个 suppression of the progranulin。那么我们如果把用 rescue 把Net 的 Mesh DNA 做 Rescue， 所以这边可以看出来 Morpholino 打了之后呢 Against Covalium 它基本不能发音，那么但是我们把这个Net 的 Mesh DNA 可以 Rescue 这个基本，所以不但它可以受自己的 Granulin 的 Mesh DNA Rescue， 也可以受这个 Net Mesh DNA Rescue， 这表示说呢 Granulin 它 go through the systems to control the cell proliferation to go through NET signaling pathway， 所以下面呢大概就是认为呢这 proliferation 是 positive regulate NET signaling， 那么我们这边研究呢就是用 Morpholino 的 knocking down 来做一个调控，然后用这个 Western probe 来证明 proliferation by whatever ways interact with NET 来 go through ERB 跟这个 beta cabin的表现的细胞内，这就是我们propose 的 model 呢，就是广义会跟面硬在一起来促成呢，对 buffer size proliferation。上面的一些研究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在肝脏呢，可以透过 spectral gene expression 对直接做 imaging 来做的，我们就是 model organism。那么果园里面呢，它可以 regulate fever 的 growth， 那么同时呢，它可以多数 net signaling pathway 来控制它的 growth。 那么这是花艺方面的，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 fever tumor。 那么我们一般讲到 tumor， 我们就会讲到一些细菌它都接种它什么嘛，那么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说呢，我们通常肝脏如果受到 B 型肝炎病、C 型肝炎病，或者受到 myelofibrosis 的淋巴结石，或者喝了很多酒，那肝脏细胞受破坏 ，hepatocyte 有病变，然后呢，它会几个 sequential 病变，它会有非体肺的疑心，然后产生这个脂肪肝炎，然后就 skeletal hepatitis， 那么严重会变成什么？纤维化，纤维化之后呢，会有这个 cirrhosis。肝硬化，那么又有很高的比例呢，就等于肝脏受到卡西莫嘛，就证明 HCC， 就是我们国人对这个肝脏的，就是肝癌是肝脏的有充分的了解，所以一般想到就是马上会想到 HCC， 那么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用斑马炎建立 HCC 的研发，所以呢，
哦，我们就用 SCV。那 SCV 呢，它的 core protein 它是 onco protein。那么我们 transgene SCV express in hepatocyte。那么但是很不容易看到有 SCC。但是我们如果加一个 carcinoid 组织，称之为 DAA。OK， 那我们证明这个有这个转基因的这个SCV 的过程进行表现。那么我们推动的是 DAA，DAA 是一个农药 ，cyclosamine。那么 whatever， 我们把 SCV 可以 express 过程进行转基因，然后加上 DAA 的处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呢，当它处理的时候呢，一个礼拜可以看到有开始有脂肪会累积。两个礼拜，它就可以更严重的这个脂肪肝的这个状况出现。那我们当然有这些脂肪代谢的基因嘛，来追踪。那么用 imaging 的方法呢，也可以看得到这是正常的肝。那么预装的一个肝脏都化验出来。当它有脂肪肝的时候呢，它就暗淡下来。所以呢，那么同时呢，会有开始有 matrix 变成有 fibrosis。所以各位同学，酒不要喝太多，这个肝脏会告诉你色不对啊。那么所以随着这个时间的增长呢，那么它如果有 fibrosis， 就开始有肝纤维化的作用，跟肝纤维化有关的 marker 的基因呢，它就会就很早就变出来。那么这、就是那么到第六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第四到第六礼拜可以看得出来，跟 fibrinogen 有关的基因，那我们叫什么 ？CNIC 的 second D1， fibrinogen suppression、RBR suppression， 它一些部位表现出来。所以总括来讲呢，我们大概把这个切片来看，就刚刚提到的，从这个是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癌啊。那么在已知的 SCV transgene mice 是有 model。但是它要到68礼拜，这个治病的过程才会走完，那么会到1年多，4个月左右。但是斑马鱼呢，我们有 core gene expression 跟 DNA 处理呢，那么这个比如肝纤维化，我们是用 serial storage scanning 可以看到有突然有可以分泌出来，那么到16礼拜开始看到有这个 SCC 的病状。所以这是嘛，就是缩短这个时间，同时呢，可以 leading the human 的 HCC 或发展的过程。所以就是大概我们告诉我们这样子工作呢，这六个礼拜用斑马可以产生肝癌的模式呢，对 generate。那么但是我们通常就是有这个这个病毒感染，你会进行什么疗法？所以我们想想，还是是不是病毒，是有病毒感染的状况，是不是可以 generate 这个 tumor？ 那么 liver cancer 呢？我们讲 cancer， 一般的认知是 HCC， 就是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没有错，大概占到80%以上是 hepatocyte right。但是第二个重要的 tumor 呢，是称之为 cholangiocarcinoma， 就是胆道癌。大概各种不同的这个我们的临床调查，它建议到 10%。所以在肝癌里面，主要是两种，就是胆道癌跟肝癌。那么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针对肝癌方面的做 study。那 ICC 呢，事实上它是研究是。多的，但是我们去查考呢 ，ICC 的 risk factor 呢，是排名还是 HBV 跟 HCV 是主要的，那加上其他的 factor， 它会产生 ICC。那胆道癌事实上很难早期诊断，现在也没有治疗方法。所以我们不是临床，所以我们就要跟临床的这个医师教授，我觉得这个 ICC 的这个病这个。疾病模式是不是值得建立？那我们刚去看的时候呢，老鼠的系统呢，它是有 ICC， 就是 intra 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但是它是用
刚提到这个PVC 水的这个流流产的这个老鼠，用 carbon tetrachloride 技术，它会产生 ICC， 或者是呢把这个 tumor suppressor mutation， 那么会产生 ICC， 那么或是用化学药物处理会产生 ICC， 这是没有。所以但是病毒它是确实是 representing 这个 ICC 形成的就是主要的 risk factor， 所以我们就来要用病毒本身的光合性是不是可以产生 ICC， 这是我们的研究目标。对 HBV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感染它做筛的这个病毒，那么它的情况它这全世界的大概有 chronic infection 大概有3亿千万，这非常不错。那么 HBV 的情况是有一些基因嘛，它主要光合性为什么 HBS， 因为呢它会意识到通过 DGBeta 细胞所以呢它会产生 phylogenic activity 还有 homogenic。 那 HBV 呢它是有大概1亿3000到1亿7000万全世界的感染的人口，叫做 chronic infection。 那么它主要的光合 protein 是 core protein， 那么这 core protein 呢它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当然是出来是 body pathway，那主要还是透过 TGF-beta 来产生这种因子。那么但是呢这个虽然病毒的感染呢，那么它告诉我们就是说呢，在这个肝癌的细胞的附近呢，它往往会有 HBX 的 operating 表现，因为 HBV 和 HCV 都告诉我们说它只有在 hepatocyte 会传染会 replication，跟这个胆道细胞的 HCCL 它是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在这胆道癌的细胞的附近都会看到 HBX 的蛋白质的表现。所以通过这样子呢，我们就希望呢能够来探讨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呢如果把这两个 viral oncogen HBX 跟 HCP 呢，它是不是会引发出来所以就感受嘛，这样就会转型的慢慢。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用 TAP-OP 的系统来表现这个export protein， 用建立基础的方法，确实用 TAP-OP 可以建立基因的表现。那么我们建立用不同 construct， 那么可以让这个 HBX 跟 HCP 呢分别表现在不同的斑马里面，然后呢我们就给它做co-expression。那 co-expression 结果呢？那么在 1.5A 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 co-expression 这两个 oncogen 呢，在 1.5A 呢，我们用 serum rate staining 的时候呢，可以染到这个是染到啊，那这个是肝脏，这是 wild type 呢，它没有纤维化，所以它没有红色的 staining， 那这边就变成还是有肝纤维化，所以它虽然产生胆道癌之前，它还是有纤维化的过程。那到3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看到这个 tumor， 同时呢，它的这个肝脏的B荧光表现能力大幅下降，表示肝功能已经不好，六十八百。那么我们就去做切片，那去做切片的时候呢 ，wild type 呢就是正常胆道，这边就是胆道，它本来就要胆道正常的 one layer， 规规矩矩的一个。但是在 HBS 和 HCP 表现共同表现的 liver 呢，那么它就产生各种大小不规则的这个胆道。这样胆道我们请的病理专家给我们看，它称之为就是 malignant liver tumor of ICC。 所以我们就用不同的这个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然后去看这些状况啊，这个细节啊，包括染色。那么所以我们就拿来跟 human 的，其实这个是 human ICC， 我们都这样调出来，这是斑马鱼的 ICC， 可以说这 pattern 是 human。所以呢，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 histological 的，通过 HE stain 得到了这样子的结果，我们就看看这个 ICC 呢，是不是在很最短的时间用。它基因表现这两个 viral oncogen 可以来呈现，所以大概在第3个月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35%呢，它是所谓的 IC 型。那这里面呢，有20%是很早期的 IC 型，但是15%已经算是啊相当的一个疾病，就是说做几百条几个这种数据。但是单转的也好，是拱错呢，我们看不到 IC 型，也就是这两个基因呢，它需要去 expression。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材料呢去做 transcriptomic analysis。那么通过这个不同时间有 co-expression 的这个human tissue 去 prepare messenger RNA， 然后呢去做这个 SE， 然后做 sequencing， 然后做 digital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那么最后就是 pathway analysis。大概我们得到这样的结果。第一个，我们这斑马的 ICC， 它在这个 tumor 跟 human 的 network 的 biomarker 叫呢，那么它有相当高的相似性，跟这个 prostate 或 ovarian 或 colorectal cancer， 那它在一个 cell cycle 或者是这个功能 cell cycle 传输性等等这些呢，它有相关性。那么在功能上面，跟 cell cycle development 还有 cell skeletal rearrangement 都有相当高的相似性。在 pathway 方面呢，我们看这一印证出来，跟 TGF beta immediate development。Cytoskeletal remodeling for development regulation， 那么它相关，所以呢，我们就针对到底这个在 core expression of HPS HPD 呢，那么通过 TGF beta 或是通过 progranulin mediated main pathway 呢，跟这个 tumor 的形成啊有哪些关系？所以就是 main pathway， 我们下面就是做这些验证啊，看一下。这种呢，死了我问他，好吧？所以我们根据前面的 pathway 呢，我们应该是讲这个OK。那么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几点，就是由 downstream 由所导引的这个proliferation migration mutation 跟 PCM 就是 MC。这个它的这个 metric position， 那么它的这个基因的 abbreviation 呢，那么在这个 double expression 这两个 variability 呢，可以看到 TGF beta 1会 abbreviation， progranulin 会 abbreviation， 它 mediate 这个 SMARCA3 还有 ERK 的 pathway， 它会这个 abbreviation，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Immuno analysis 做这个切片的这个单体染色呢，也可以印证这样结果。在 HPX 跟 HCP 表现的这个斑马里面，它在 tumor 这个 ICC tumor 附近呢，都可以 positive 染色到 B28， 还有 SMARCA 这个 SMARCA3L 还有 ERK 还有 CK18 是这个 pharyngeal carcinoma special tumor。就是绕在它附近，那么在单转的口罩里面它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用这个，如果是根据我们上面的结果呢，就是两个 viral body expression 呢，它主要通过 TGF beta 1来控制的时候呢，我们把 TGF beta 1的 morpholino 来抑制 TGF beta 1，是不是可以抑制 ICC 形成的病，或者它的这个放血？所以我们通过TGF beta 1 morpholino 呢，那么可以把 ICC 原来大概30%呢，可以抑制降到10%。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出来，就是 TGF beta 1里面的 ICC 的形成呢，是在。两个 viral oncogene 来导致 tumor 基础的 one of the important pathway 呢形成。那么这个我们也证实呢，它是在这个 SMARCA4/SMARCA3 的这个 linker 位置 phosphorylation 呢，主要导致的 oncogenesis 的一个主要的 pathway。下面是因为他就把有机会留着下一次我们给您讲啊。因为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那尤其这个是，然后现在最热门的就是示范疫苗，病的控制到苗的培育，这个营养饲料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加上最近大家了解，就鳗鱼大家吃不起，这个在日本上它红烧鳗不是红烧鳗，这个是炒鳗，炒五烧啊，五烧鳗，要鳗鱼一公斤是超过1200块，大家吃不起。对，你知道大家问的，你就下一次呢来跟各位来介绍。对，刚刚所讲的就是说，我们 co-expression of HBF 跟 HCV from the HBV and HCV 的 oncoprotein 呢，可以 lead to fibrosis， 还有呢 ICC 的这个 formation。那么它的这个 ICC 呢，它跟 human 的 neoplasm biomarker 较呢，它有相当高的 high relation。那第三个这个 mechanism 上面呢，我们认为看到呢，一些变造问题主要导致这个 cholangiol carcinoma 主要的一个新发生来导致它的这个新的血栓。对，我这个今天我想就中间关系呢，就是用借这个机会呢，介绍各位阿玛尼作为一个模式动物，没有作为比上火的，然后可以来做实验。所以当我们开始在台湾这个引进，引进这个这个斑马鱼的系统，到现在在台湾大概有我们估计哈，这个因为我会从前年开始呢，现在我们中研院细胞与个体生物所隔位院呢设了两个斑马鱼的核心设计的中心，那么提供国内的这个学者这个学生做这个斑马鱼的研究呢，从 technique 从标准的一种以及呢这个 model organ。这些这个转基因或是不变的这个一种，会作为国内的研究所。所以目前大概算起来大概有60个实验室左右呢，是用斑马做材料。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斑马鱼的这个资源中心呢，作为国内的平台，跟国外的材料交换、技术的交流，或是办理 workshop， 所以。希望也会在这里的同学可以用这样的平台想想，或是你的一个课题可以透过这个斑马鱼模式的生物呢，做不同的探讨。那我谢谢大家，这个今天很荣幸的这个贵宾讲座，好。